捉玩時間，不過今晚又提咗錄影，唔好意思啊，因為其實我狀態唔係幾好嘅。馮博回歸 ，OK， 咁啊難得馮博喺度，咁啊 follow 翻上次馮博啲點啊專業話題先啊，稍後我講金融難民都幾過癮，但係等馮博講咗先啊，因為馮博而家正式係博士啦。網上面大家如果有時間睇過咧話，佢戴嗰頂草菇帽咧，好型仔咁樣咧，雖然條胎唔～唔知點解可以射開，一樣可以領獎。咁呢個咧，佢啲型格裝扮。咁啊，馮博而家正式係博士啦，嚇，即係戴住頂草菇帽啦。咁啊，翻返你個行禮啫，嗰個專門話題啦，嚇 ，shirt 就攞咗㗎，就攞咗啦。咁專門話題就係而家即係啊，即係風頭火勢，香港人隨時連呢個疫苗針都冇得打喎。係，點評論呢單嘢你啊？之前即係第一，如果留意新聞都應該見到，即係大陸出曬事啦。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又要蜂擁來了就嘛，係啦，咁啊蜂擁來了，甚至乎有啲香港公司即係幫佢打咗個第一針，冇打第二針嗰啲又出呢啲嘢啦，係又病猫啦咁啊，供不應求，係打唔夠，咁樣明顯成件事都係指向裏邊。通常內爆完之後就會有啲香港嘅啊，即係嗰啲。睇天災發生就會有啲老鼠曱甴走出嚟，個地下走出嚟咁樣。預震係啦，震波唔係個預兆，爆炸或者係震完之後，即係總會係有呢啲咁嘅表徵咯。係一句講曬，跟住疫苗難民啦，疫苗難民、醫療難民咁啊。以前有奶粉難民啦，跟住又有呢個流感難民啦，而家輪到呢個疫苗難民啦，話乜都有難民。咁但係香港嘅醫療制度頂唔頂得順嘅先，係咪？大家講到咁恐怖啊，連針都冇得打嗰只啊，真係。睇下你邊種咯，即係你話如果之前講嘅嗰只，喂，而家你咩子宮癌嗰只，即係所謂病毒啊？啊！嗰只咧就即係家計會之前又澄清咗啦，就話其實就只係 serve 本地嘅人嘅，咁啊，即係好多唔同嘅。另外，譬如今次而家啱啱再出事，啱啱即係近呢一兩個禮拜出事嗰只就係第二啲嚟嘅。嗯哼，你好似一隻瘋狗症係嘛？瘋狗症係其中一隻，唔好多隻㗎。好多隻嘅，兩隻。另外一隻係白日咳啊嘛，好似係。係啊，咁啊有啲細路打完之後腦癱嗰啲咧，直頭係即係癱瘓啦，即係直接中毒嚟啊嘛。冇錯，咁啊，大陸嘅網民亦都並不。即係善忘嘅，咁啊抄翻原來十幾年前呢間公司有出過事，而當時涉事嘅官員或者三聚氰胺嗰陣啲官員就步步高升，係啊，係啦，就咁啊，所以咯，大家要所以啦，冇錯，咁啊，你管奶粉啊，奶粉出事，管疫苗咪疫苗出事啦，好好合邏輯喎，合邏輯，係合邏輯，咁啊，所以啲指向一樣嘢嘅就係嗰個品質監管嘅問題，制度問題，因為上一次我都同阿 Edward， 即係啱上一次馮博唔喺度咧，就難得請到 Edward 出嚟講講。佢都有分享過意見，因為我喺前線攞啲領教過，就係2016年改制噶嘛，國內嗰個疫苗制度就話你嗰個生產商唔能夠再經咁多中間環節啊嘛，只可以收兩次發票，即係所謂兩票制咧，就係話醫院或者你嗰個疫苗中心注射單位，同埋你中間有一個所謂分配單位，跟住就到藥廠，你唔俾其他中間環節出現噶嘛。咁問題係咪嗰樣嘢真係解決唔到問題咧？佢裏面我估根本都唔關事咯，根本只要源頭，只要係出蠱惑就係出蠱惑咯。佢話佢賄賂咗嗰個品質監管機構啊，咁樣基本上監局啊，係啊，咁所以你做嘅即係你個制度點改嚟都冇乜幫助，似乎因為佢都係黑埋眼籤，冇錯啦，即係點做都係咁。當然做都係咁。再宏觀呢個問題，其實即係中國嗰個醫藥嗰個成本啊，佔整個醫療嚟講，即係藥嘅成本，打針啊啲嘅成本咧，佔佢整個醫療成本其實係比國際上嚟講係高嘅，即係應該有個比例噶嘛。譬如話你整體醫療開支而藥。係佔幾多少？其實應該係有一個標準。但因為中國如果冇記錯，佢因為一刀切，你嗰個醫生護士成本唔比你貴啊嘛，你嗰個基本上嗰個工資咧跟公務員水平啊嘛，咁所以人為地令到你冇工資收入，咁所以其中一個講法就係被逼要喺其他地方即係創收咯。係醫院尤其是喺朱鎔基嗰個即係私有化改革之後咧，其實
取一個很大的收入來源，亦都係又係比國際上為高的，就係、是、嚟自於呢一啲嘅即係醫生，如果你處方藥物，嗯，或者手術啊，各方面儀器呢啲，咁、佢就可以另外有分成。嗯哼，咁所以其實有個有制度上嘅誘因咯，呢、這個有一個我諗裏邊自己啲人，如果你睇英文嘅學術期刊，其實裏邊啲人自己寫曬嘅。嗯哼，當然實際上影響唔到個制度啦，即只能夠喺一啲喺大陸睇唔到嘅嘢裏邊講咯，即又係咁樣一模一樣。咁但底下嘅 老百姓亦都唔係唔知道個問題嘅。啱啱有一套電影火爆，嗯、我不是藥神啊嘛，我不是藥神係咁啊，講咗一個抗癌藥，抗癌藥就。亦都指咗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國內嗰個審批嘅問題，即係嗰個即係、就是、死都限住你，唔、俾你入，即係國籍封佢嗰個即係話就入咗世貿好耐啦。但其中一個、你話保護民族工業就唔俾啲車啊，就要收人哋好重關税啦。咁但係藥其實係關乎自己老百姓嘅生死嘅喎，咁都係咁樣咁啊。係嘛？不過但係佢有應承過呢樣嘢係開放㗎嘛？應該醫藥應該係其中一部分嚟嘅，其實即係如，但係當然亦都牽涉咗一個問題啦。你點解印度可以咁快呢？就是、印度其中一個啱啱前咗幾日啊睇報紙都啊楊惠康博士都講嗰樣嘢，就係、是、印度其中一個同大陸唔同嘅地方咧，佢就。即係佢個治外法權俾人哋製藥嘅治外法權咯，即係話佢肯應承成個監督權俾咗外國藥廠，佢喺印度就地生產。佢生產係叫仿製藥啊嘛，仿製藥平價仿製藥啊嘛，咁樣咯。咁其中一個就係呢個都降低咗個藥費啦。因為佢仿製藥講到明就唔會流出國外噶嘛，就係印度使用。而係嗰個標準監管嗰度咧，佢係放棄咗嘅，即係佢俾外國我基本上我即係簡單嚟講就係一個治外法權啦。係啦，我用曬你個制度。你啲人派嚟把關喎，交換就係話佢係俾平價仿製權俾你喺印度生產啊嘛，冇錯，咁呢個喪權辱國嚟噶嘛又係，但係人哋交換啦，正式交換啦，但係有啲人覺得係喪權辱國啊嘛，所以咪唔做咯，人命啊嘛，係咯，喪權辱國我唔知點理解啊真係，人命都冇啦，喪點喪咧係咪咁啊？喪命你係有，係咁啊，呢一個係其中一個啦，咁所以。綜合咗呢啲咁嘅情況都睇到，其實佢有好多樣嘢要改嘅，好多樣嘢可以改咁講啊。但係如果冇記錯，幾年前我聽聞鬼佬藥廠俾人趕咗出去，因為俾人捉到佢行賄啊嘛。冇錯冇錯冇錯，去到啲嘢都係變曬樣㗎。啊！你唔係一個巨大貪腐嘅漩渦嘅中心嚟㗎嘛？你不能獨善其身，即係除非你唔參與，一參與你係走唔甩就咁簡單啦啊！咁所以呢個制度形成呢個所謂結構性貪腐，咁所以你話要點改都諗唔到點改。咁就算李克強拍曬台又話超越咗佢底線啊，有乜有物啦，冇用啦。結果冇事㗎，而家班友仔冇事㗎，係啊，完全冇事㗎。啊，即係有幾大後台大家唔知，但係錢就肯定好多。係啦，品質監管咁呢個係一個暴，大家知道藥呢樣嘢係一個即係暴，真係一個暴利嚟嘅，其實喺中國係暴利嚟。係啊，咁即係當然喺亦都牽涉咗另一個問題，就係所謂專利制度啦，咁啊，印度生產咗嘅藥，原來仲可以外銷去中國噃，咁樣係咪？我不是藥神嗰個啊嘛，係啊，但佢有，因為佢本身係發展中國家，佢攞咗豁免㗎呢樣嘢。我不是藥神咁樣，結果呢套嘢喺大陸係勁火爆。火爆得嚟，問題就撞正時機就爆個疫苗事件啊嘛！咁諷刺就下咗畫未啊？即係落咗架未啊？應該落唔落？呢啲就唔落去嘅，呢啲位正好轉移所以咪就係話有人謠傳，唔係謠傳啦。其中一種講法就係、是，到底係咪有人特登放套戲出嚟去打擊某位仁兄咧？即係製造事端啊？係咪有咁可能？有啲國內朋友就講嗱，喺大陸嘅輿論其實呢幾日突然間冇屏蔽嘅，即明顯地，你逆向思維得㗎啦。睇大陸嗰、那個，只要嗰樣嘢係引嚟好多觀眾注意，但係冇屏蔽嘅，就係、是、官方有意俾你睇到咁係啊。官方有意，佢基本上佢能夠禁啊嘛，冇嘢㗎嘛。咁、啊、所以你反翻轉頭咧，就佢俾佢行。係啦。佢幾單嘢出咗嚟，呢、這個藥係一單嘢，另外一就 Me Too。啊 ，OK， 嚇、okay. ，Me Too 就係大陸嗰啲教授性侵咩啦，咁呢件事照計又唔係一啲好特別嘅嚟嘅，但係佢亦都好似似乎將個輿論從嗰個貿易戰大即係引走咗。其中一種講法就係國內嘅所謂五毛戰略咧、慣咗咧就唔係話人撳住你唔俾你出聲嘅引你去講第二樣嘢啊嘛。咁問題係喂呢樣嘢其實我都好火爆喎，引開咗唔表示可以處理到喎，因為如果冇記錯，網上見到好多短片啊，國內叫視頻。
國內好多視頻掟落嚟周圍飛嘅咧、嗯，手機拍嗰啲咧就上海啊，好多大城市咧，啲中產家長蜂擁上街示威啊嘛，係啊，呢、這個好大鑊。咁呢個係好大鑊，跟住先直接影響共產黨嘅管治嗰啲下。呢一個係貼身嘅嘛，即係呢個唔係一啲好抽象嘅人權或者乜嘢啦。但凡你喺我隔離起化工廠啊、起垃圾廠啊、核電廠啊，或者啲打針咧、啊，其實一定係會動員到群。而啲人啊，大陸嘅文化仲有一樣嘢，其實對個細路嗰啲反，即係大家社會上邊，你咪屙屎屙尿都係容許嘅 ，OK？ 嗯咁如果出事嘅話，會有咩大鑊嘢咧？咁菠蘿嚟㗎嘛，大佬。係啊，咁所以嗰個文化底下，其實你製造出事出嚟咧，啲人又覺得另外一樣嘢，相對嚟講接受㗎。即係你比較下，如果你話即係食物也好，你奶粉也好，你仲可以揀啊嘛。但係有啲疫苗規定要打㗎喎。咁就變咗家長群情洶湧，其中一樣嘢就係你規定要打嘅，我哋冇得揀，冇得揀仲要死緊嘅，咁你先大鑊。毒針嚟㗎，毒針嚟㗎，大佬，哇！你逼阿仔打毒針，逼上梁山，逼上梁山。咁所以你問我啲窮苦老百姓，反正冇錢打疫苗，你冇反應嘅。係，反正冇影響嘛對佢。咁問題影響最大係中產家長啊嘛，佢上不至於可以移民，下不至於可以兩手不理，即係兩袖清風不理，冇唔到呢樣嘢。夾喺中間，中產家長反應就最大咯，而家好明顯睇到。一隻癌症有個統計數字咧，就係、是累積都有幾百萬人嚟香港打針、抗癌藥物，唔細個數字其實。你諗香港都七百萬人啫嘛。係啊，幾百萬人。香港而家變咗個中國醫療中心啦，冇錯啦，成日都話中國靠香港㗎啦，你唔信？而家睇到啦。咁佢裏邊喐緊樣嘢嘅海南博鳌啊。就即係嗰個推緊一個實驗區，就直接俾外國藥廠喺嗰度生產，同印度嗰個玩法，即係佢有少少嗰個 idea。有講過，其實講到明國博鳌嗰度，我去啱啱翻嚟，咁都個講法仲開放，開放我哋個講，直頭就係話可以去嗰度接受外國醫生治療。佢嗰個比起我哋講個大灣區嗰個醫療仲開放，嗰個明顯係一個如果招工成方金融特區嘅話，嗰個都係其中一個醫療特區，基本上全方位係咁樣。只要醫療特區咯，一牽涉到一個制度性嘅因素咧，佢發覺佢裏邊搞唔掂咧，其實佢就會都會諗呢條橋。即係呢個唔單止金融，係都係啦，咁就完全用曬外國制度。咁所以呢一個即係特區，即係個概念仍然係呢，即係如果你改革開放三十年到今日都仲要用呢一招嘅話，其實係即係有啲人唔 work 啦，係啊，真係唔 work 啦，好明顯嘅，好明顯嘅嚇，即係金融又係水土不服啊，金融又係呢、這個又係咁其中一個我手頭上而家都有跟緊嘅就係一個所謂即係嗰個醫療旅遊業啊，咁都係其中一個新嘅崛起嘅勢力係中國啦，咁誒即係所謂一億嘅中產啦嘛，係嘛，即係有能力受醫療，有能力嘅係啊，咁亦都香港係首當其衝啦，係嘛？好古怪地咯啦，即係講翻所謂醫療旅遊咧，就已經即係唔好話自古以來，已經好耐㗎啦。多數咩嘢玩法呢？就係新加坡都有份參與㗎嘛，有成個東南亞、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啲國家咧，相對嚟講咧，佢嘅質素係高。但係成本唔貴啊嘛，咁所以以前嗰個玩法，所謂醫療旅遊咧，就係嗰啲有錢嘅西方歐洲同埋美國嗰啲有錢佬咧，就飛去呢個東南亞接受呢個醫療服務，順手放假 hea 下按摩，即係探歷世界，因為佢差唔多有一個所謂旅遊概念，將旅遊加醫療擺埋一齊咁樣嚟，咁所以佢哋有佢哋嘅原因咧，相對於佢哋自己本國嘅醫療水平，第一相差唔遠，第二。就服務好好，另外一樣更過癮嘅，本身係旅遊地方嚟㗎，成本係平到爆炸啦，平好多。咁即係其中一個以往嘅趨勢係咁樣啦。咁但係呢一個唔同咗啦，開始發覺印度呢個難民 feel 嚟，係啦，印度同中國都輸出緊呢啲咁樣嘅難民 feel 嚟啦。嗱，印度我唔敢評啊，但係中國就好明顯嘅，即係正如頭先話齋。唔係話中國人有冇錢，即係起碼唔會比歐洲、唔會比美洲啲人有錢。啊，調翻轉佢群情當中湧出嚟咧，就唔係一個平嘅地方喎。係啊，貴過係湧咗一個貴嘅地方，叫湧嚟香港，即係由平嘅地方湧嚟貴嘅地方。話呢啲難民咧，為求活命啊嘛。
即係好似你話齋打呢個抗癌藥物啊，甚至接受標靶藥物、啊，冇錯，落得嚟嗰陣貴嘢嚟，係貴嘢嚟㗎。其實即係老實講，落得嚟香港即係通常都係貴啲。咁不過亦都有個因素嘅，就係、是、本身咧啲大陸人覺得佢喺大陸醫唔抵嘅原因，就係、是、我啲先講咗咯。佢嗰個專利嚟貴啊，即係本地嘅生產佢係貴啊，嗰啲藥啦，外邊嗰啲最新用唔到啦，自己有啲貴啦，因為醫生醫院嗰個中間個中介嘅問題啦，令到佢覺得嗰樣嘢唔值啦。呢、這個亦都係係一夜順，不過都相信呢個亦都係其次嘅，最重要係即係真係死人。係，即係最重要真是，真係安全問題、生死嘅問題。咁所以呢啲有錢嘅即係武器。改革開放之後產生了的一班醫療金融的難民、就是、醫療難民是這些是求活命的嘛特徵就是他不是沒有錢不過原來發覺在中那些 他的錢在大陸是使不到的應該是有錢就解決不到問題在大陸都解決不到的這個真的很麻煩的這個真的是有鬼道理的、這個、真的有錢但解決不到問題你揸住錢來，原來發覺用唔到嘅。其中一樣嘢咪就係因為佢嗰個醫德問題好嚴重啊嘛。佢話鬼知你死或者做手術做到中半路中途，又問你要唔要加價嗰只啊嘛，開緊刀嚟問你喎，大佬。咁所以變咗嗰班有錢佬，佢反正都係肉隨砧板上，有錢就嚟香港。咁所以係同嗰個歐美嗰個所謂醫療旅遊概念係背道而馳嘅，係背道而馳。人哋明顯係為咗個成本同服務優勢，但係香港咧就好明顯係為活命而來。但係調翻轉頭，香港頂唔頂得順先啦？如果冇記錯，煲胎咧，當年講嘅咩十大產業咧，係包括咗醫療開放噶嘛？係咪記得有樣咁嘢？其實我哋香港用藥，嗱，如果我哋唔好睇嗰個服務提供者本身，即係醫生啦，咁樣又護士嗰啲先啦。如果淨係計藥嘅話咧，其實香港始終都係有個即係藥廠比香港係有個限額噶嘛。係啊。咁誒，亦都唔會話無止境咁樣你俾你嘅，嚇、uh-huh. 咁、啊、之前奶粉咪一樣，同樣嘅問題，咁、uh-huh. 所以即係永遠都跟唔上，咁、uh-huh. 最終其實如果上邊肯即係所謂開放啦，成個個博鰲開放咗， uh-huh. 基本上佢個手勢都係咁啫，我寧願喺度開，然後你唔好出去咯。但係個好吊鬼嘅現象喎。啊！我唔講博先，而大灣區有冇機會試呢樣嘢？上次就講過啦，有冇機會試？有嘅，其中一點有限度開放，咁、完全自由發權咧，就話大灣區開放俾香港醫生上去執業，咁大陸嗰啲人咪唔使嚟香港可以打針咯？嗱，講法係咁。冇錯，藥包括咗就係醫藥嘅醫同藥咯，有嘅，有個包括咗。咁、基本上佢都幾面開工嘅，唔會淨係。但係呢樣嘢對香港係好定壞先？主要是私家執業上去，主要是私家執業上去。咁其實只不過嗱、我就咁睇啦。如果你講私家醫生嘅話咧，其實而家好多喺出邊掛單嘅私家醫生，基本上即係收大陸客嘅。正常。咁佢轉介過嚟，即係轉介落嚟，咁落嚟醫安全啲，佢有信心，有錢嗰陣，佢嚟。中介仲收得多啦。咁咪咯。咁所以你話係咪上去會對個人流會好大影響咧？我就覺得唔係。其實有些事是解決不了的，如果你說掛住香港的名字然後上去，那什麼人上去執業呢？是不是、我一想是不是真的香港私家醫生會不會說不夠生意呢？我又覺得不是，不會有啲例外啦。咁將來會係點咧？其中一個係 co-training， 即係話嗰個聯合培訓、我覺得第時嗰個出路可能會係咁樣，佢諗條橋可能係咁樣、因為你都知道糖水滾糖漿條數就唔會多咗噶嘛。佢、可能係可以 match 到香港會新增嘅醫科生，呢、個其中一個。第二個就係你可能啲人落嚟香港 train 完，當係香港抌咗個印仔俾你，然後佢翻上去醫人，咁就話跟香港嘅水平。但係嗰班友仔有冇權喺香港執業先？咁呢個好細節啦，呢、這個唔知佢第時開邊飯啦。咁、如果你話純粹抌咗香港嘅認證安證書，但係你係可以但有限執業就唔包香港。其實應該香港上面認咗你啊嘛，嗱，因為佢上面你所謂要有張工作證啦，你大陸亦始終係佢個。
嗰、那個即係 jurisdiction 嗰、那個嗰、那個叫做司法管轄區啊，嗰、那個醫藥監管嘅地區啦。咁你一定要佢認證你先可以啦，仲要即係除咗工作證之外，咁佢而家手法係咁樣嘅。而家嗰啲先行嗰啲都係咁樣，佢基本上都係單方面承認咗你噶嘛。你喺香港，佢就睇住你香港認，我就俾你上咁樣。咁應該第時就會變咗一個好大規模咁去做咯。如果你有大灣區，咁佢個手法可能嗱，但係問題就有一個。不知道的情況就是到底多少香港的醫生肯上去，所以將來的趨勢是不是說在大陸找一群人下來受了香港的培訓，香港負責扔個人仔，可能是這樣，然後那班人就叫做香港叫做扔了，但香港有沒有傻啊？沒有的，其實信不信人家用了你香港的名字啦，如果你說傻的話，就可能你會在上面看到的醫生比較接近香港的做法，但是 有個先例就已經不是很成功了，就是知道港大在深圳開了一間醫院撤了嘛，是啊，那就是啊，即之前我也講過了，將它寫了就行了，是啊，那就所以個問題是不是真的能夠做得到呢，這樣那如果第時大灣區出現了，即講嘅就話概念，如果你係要令到香港人上去都能夠接受到相若嘅醫療水平，係啦，或者咁分流就乜 make more sense， 因為香港而家最大力公私營失衡啊嘛，係香港啲病人塞爆咗公立醫院啊嘛，又或者一啲養老嘅人啊，因為醫療服務其中好大嘅使用者係老人家，佢持續要用。咁但係即使喺廣東養老嘅人，其實佢個醫療最後即係真係好 intensively， 最後嗰三年咧，或者幾年，佢都會翻嚟香港㗎。咁所以都令到嗰、那個即係喺大陸養老或者喺大陸工作啊，整體上嚟講，其實醫療係一個一直都知㗎啦。其實，咁如果呢樣嘢打通咗嘅話，係咪可以合理地分流咧？咁諗就理論上咁樣就 make sense 嘅。咁但係有個問題就係有幾多香港真正在香港本土接受培訓的醫生的醫療人員上去咧？你話想香港如果真的需要分流的話，要減壓咧，就公營系統要減壓同埋分流啊嘛。公營系統點上呢個大灣區？冇錯，嗱，一定係靠私營，因為咧你香港，因為香港公營系統係補貼㗎嘛。呢個係涉及咗個融資制度。係啊，因為香港就係即係所謂英式嘅 NHS， 即係國民保健。服務的概念就是直接政府給錢，然後直接給 service 來的。在歐洲或者大陸的做法就是一個公營保險，透過即是供款制，或者你的僱主供款、僱員供款，或者政府再夾，即是很多種不同形式，大體上是由醫保支付的。所以其實那個 service provider 他要跳去私營其實就很簡單的，相對來說，因為 service provider 和服務購買者是分開的，但香港是不分的，香港是沒有分到的，亦都當然被人救病很久了，但是亦都令到我們要走個私營化有幾個困難。大陸私營化很簡單，它很容易做得到，因為它本來就是一個他本來的服務者和那個他已經就是分開的，和給錢的人，那他現在基本上你當他全部的服務提供者都是私營的，那他只是拿著公家的公營保險來到 去做支付。那問題又解決了香港的公立醫院，但是問題說回來，就是你說如果香港的服務要上去對接到 是不可能的，譬如有些竅可以想一想的，就譬如說你開那些現在說即大陸給你香港開中心，會不會醫管局可能要出手，在上面提供服務，然後俾香港人用翻香港個 local 個 rate 去睇醫生咯。但係山長水遠上大灣區睇醫生㗎啦，唔係我意思係俾咗上去嗰啲人，俾咗上去啲老人家為主啫。而家其中一個問題，或者珠三角工作嘅香港人啫。係啊係啊，咁樣咯。咁呢一個就如果係你服務呢個對象嘅話咧，咁亦都唔牽涉雙重資助嘅，因為佢本來翻嚟香港就都係可以。入到嚟就係用咁平睇醫生啊嘛，只不過變咗你個資助跟人走咯，係啦，咁就怪咯，係啦。咁另外一個就係譬如話你而家譬如喺香港真係受聘喺上面做緊嘢嗰啲，多數會有一個即醫療保險啦，咁裏邊亦都有啲涉外嘅，即係其實俾喺外邊睇嘅，咁即係都有嘅。有乜醫藥就直升機上你翻香港？係啊，但係始終去到呢啲位，咁所以個問題就係始終你搞唔掂咯，咁。亦都係啦，如果你話喂搞咁耐都要整個博鳌出嚟，即係完全自我發權式嘅玩法，咁你話大灣區要成功係
係個前提啊，係咪話你香港可以真係 take over 到裏邊嘅所謂監管啊制度啊咁樣咧？應該就係除咗啲澳門嘅，橫琴啊大個勢啊嘛，大佬。咁啊，但係我就睇唔到，特首上去啦，咁唔知佢講啲乜嘢啦。但係我哋相信嗰樣嘢要行得通嘅話咧，你唔去到嗰一步係唔得嘅。特首上完去咪就講翻呢個，否則我覺得佢。唯一可以在中短期做到的就是剛才我講的他動的腦筋就是抌印仔然後大量生產以至他那個在上面所謂港式的醫院他是看本地人的、嗯、只不過可能你香港人去看就另外再計算可能到時會不會港府有資助各方面的、這個可以再想、嗯啊、這樣咯那這個就是基本上很快可以做得到的、嗯、因為你有個因素 你始終控制不到你不可以說上山下鄉叫香港醫生上去大灣區、啊、你不要逼他的嘛是吧是吧咁你身嬌肉貴逼咩？係啊，同埋老實講，我如果我私家撈一店嗰啲人喺上海啊、廣州自己落嚟揾我嘛，我使乜走去？我使乜走上去咧？賺好多 referral 嘅，係咯，因為 refer 嚟香港打針住食藥諸如此類，中介都收唔少啦。係啊，因為如果我所知就除咗廣州之外，上海係一個好大嘅，香港本地即係私家醫生其中一個好大嘅啦。你老實講，你落去大灣區同。落嚟香港就冇分別啦，都係人轉介啫嘛，係咪？你大陸上面嘅真係有錢嗰啲，如果再去到北方一樣一鬼樣啫嘛。咁、嗯、所以冇分別，我唔覺得香港自己本地執業嘅醫生會肯上去咯。咁都係死證嚟啊！呢、這個死證嚟啊！所以我頭先講係唯一中短期，一招嘅啫喎，唯一中短期可以做就係擺香港個頭出嚟，即係亞視嚟嘅呢個 OK， 係啦，永恆嘅，佢擺個牌匾出嚟，係啦，有招牌，係啦。港式嘅，係啦，冇錯啦。你見到亞視喺大陸仲生存緊噶嘛？仲標榜住係香港嘅亞視噶嘛？佢真係有，仲有好多活動㗎。你唔上去睇下？唉，係啦。咁會唔會變咗呢樣嘢咧？我有個擔心咯。係啊，即係霸住香港牌匾，然後抌完印仔。但而呢個變成另外一個，即係可能會變成另外一個，即係醫療奇蹟事件啊嘛。就係 life after death。哇！係。熄咗機仲會行會走哇 ！OK， 係咁我睇法就如果個即係視乎佢肯開放俾香港到咩程度。嗯、如果佢始終去唔到個位嘅話咧，就會變咗我頭先講嘅情況。咁啊，林鄭已經大輪、啊、大吹大輪就已經帶咗團上去，但係主要係私人啊，主要係私人嘅。Exactly 就係你頭先講嘅，佢不可能帶公營上去啊嘛。但唔會嘅，因為帶唔到嘅，帶唔到嘅。咁佢唯一而家就係講緊，不如即係香港牽個頭，就裏邊香港其實一直都有啲投資者嘅，例如。啊！陳志思家族啦，佢唔喺南區開咗間啦，坐喺你都傻錢啦，咁佢一定會想上去做。如果佢有上面有機會，咁佢都唔會話。但係佢哋開嗰啲，就算係嗰啲品牌，佢就服務啲強國客户㗎啦嘛。你話強國客户有啲錢啊？你啊，大佬。咁另其實好多好多橋可以諗嘅，即係第時如果你係要解決香港嘅人喺上面睇唔到。一個有信心的醫生的話，咁你私人的是一個咯。咁你但係話，即係我覺得，如果佢要吸強國有錢客，佢個中心應該就擺喺香港，就唔會放咗、甚至乎擺泰國、擺新加坡。始終係境外先矜貴㗎嘛。係咯，咪就係咯，個心態佢唔明啊。因為美國，即係你 target 咩人咧？佢諗得清楚。如果你個大灣區，我哋執翻正嗰個服務對象係想要俾香港人喺上面即係自由行嘅，嗯哼，咁成個心態、成個定位會爭好遠咯。咁所以咪個過癮在所謂開放，開放咩方向？係開放俾邊個啊嘛？到底係開放俾香港人多咗後花園啦，定還是調翻轉嚟開放咗俾強國人多咗個香港樣板房啊嘛？呢個就兩個好唔同嘅開放概念，咁所以變咗就呢個我諗呢個醫療難民啊陸續有來嘅，咁如果你話要比喻嚟計咧，個大灣區咧就隨時變咗呢個難民營咁解嘅啫。嗱咁啊講翻啦，另一種難民啦嚇就即係我老公講金融難民啦，但係我上次都提咗，開始呢個名詞有少少被濫用啦，點解咧？最近國內最新情況就連環爆炸嗰啲 P2P 啊，所以。即係共享經濟裏邊嘅個人金融啊嘛，亦都即係話你唔再經銀行啦，咁啊網上平台做配對，你就自己直接借錢俾人啦，就唔需要經銀行再借。
咁問題就係基本上，咁都係做緊銀行嘢啫。問題話用 P 條 P 搞咗個名出嚟，咁結果搞咗好多咧，即係好似以前香港標銀會咁樣咧，冚唪唥爆曬煲，包埋海南航空嗰個乜家伙交易中心喺前海嗰、那個，都照樣話落閘放狗，兩年後先還錢俾你。咁你買咗所謂投資產品或者所謂借咗錢俾人嗰班，兩年先收得翻，啲孖叉到爆。咁所以變咗就連環爆煲咧，就未知中央幾時會干預，就同疫苗一樣啦，又係啲中產上街。所以點解我話嗰個金融難民個名被濫用咧？就是、居然有人話呢班中產上街叫金融難民，咁梗係唔係啦？因為難民有一個特色噶嘛，係走得成噶嘛，大佬啊！你被困困獸鬥喺度俾人掠水，呢啲叫金融受害人啫，你唔能夠嗰啲叫難民啦，係咪先？有啲死難民眾都可以嘅，就嚟睇住嚟啊！即上訪俾人拉緊啊班友仔，數以萬計去上訪，數以萬計去示威，不停咁俾人拉，原因就係、是。你有冤無路訴啊嘛！當年香港而家都係嗰個人㗎，大吹大擂就強國啊嘛，呢個科技先進啊嘛，於是乎佢搞電子銀行啊嘛，或者電子付款啊嘛，話好叻㗎，揾個手機嘟下得㗎啦，唔使經銀行嘅。香港想學到足，學到足咁乜家科咧，就而家 P2P 咯，爆煲咯。你冇咗中介係咩意思咧？其實你到底係邊個監管嘅先呢樣嘢？呢個就係大問題啦。當年中國推出呢樣嘢嘅時候咧，話咩金融創新啊、哔哩吧啦，一睇就知死梗啦。原因就係你冇監管噶嘛。最初係點出現嘅呢？就是、有位仁兄網上嘅零售做到開曬行嗰位，見你班友如果話嗰個咁網上嘅交易户口要經銀行做結算就好鬼死煩，放車有好多隻小額噶嘛。即係嗰啲咩無牌錶、無牌鞋、小額交易，咁你點搞？結果當年嗰位即係四十大盜啦，就諗咗條即係絕世好橋，咁啦，你唔使經銀行啦，反正我係商户，就或者我係商户嘅平台，咁你就喺我間公司嗰度開個個人户口，錢就肉擺我嗰度，我就逐個可以計户口計翻你有幾多錢，你開咗度做交易，可以收錢，可以俾錢。於是乎出咗個產品咧，就叫做。唔係支付寶啊嚇，嗰、那個叫做餘額寶啊，亦都即係話你喺支付寶個户口裏邊洗淨咗叫餘額，佢另外幫你擺喺一個地方，就擺喺銀行收息或者做所謂嘅信託產品啊，諸如此類，就俾個利息好銀行咧。咦？咁都變銀行業務？啊，容許佢咁做喎、啊。咁啊，後來就演化成而家所謂 P2P 啦，即係你係冇乜交易內容需要啦，你自己想借俾佢，想做交易你自己搞啦。於是乎開到通街都係就嗰啲咁嘅所謂 P2P， 所謂網貸平台。咁啊，香港而家想學呢樣嘢，我唔知發生咩事啊！即係你冇人監管嘅，咁而家咪走佬咯。因為基本上嘅貿易戰爭冇受害人係假嘅，忽然間逼得嘣呢個資金鏈斷咗，你如果開間工廠仔，即係佢所謂嗰啲咁嘅所謂普惠金融啲受惠人啦嚇。開間工廠仔或者加工廠接訂單，咁然之後啲貨咧就賣去外國有錢收，或者賣去俾人有錢收。好啦，你成個產業鏈咁長嘅時候，你一聲話忽然之間美國禁止入口，阿侵侵又發炮啦，又收25%，鞋廠都撲街啊嘛！鞋廠係最低科技啊，大佬！如果鞋廠都撲街，我諗唔到你有咩嘢唔撲街咯。喺咁嘅情況底下，你資金鏈一斷，好啦，你邊個還錢先？啲網貸、啲小貸啊、網上貸款住先，邊個還錢咧？咁所以咪連環爆炸咯，再加上之前係冇監管噶嘛，你以為就借俾啲中小微企個人嘅啫，有好多係化整為零噶嘛，啲地產商咧，啲地產商咧喺度吸唔少錢，因為炒樓啊諸如此類，咁所以好變態嘅，因為樓市死咧，佢又跟住死，好死過癮咁。咁而家搞到哀鴻遍野，嗱我就唔會叫呢個金融難民，因為走唔甩噶嘛，只能叫做金融受害人嘅啫，搞清楚。金融難民係邊啲咧？就有錢走咗嚟香港買田買地啊，買大廈嗰啲，包括埋最新消息啊！因為我喺前線度永遠知道好死多嘢嘅。東南亞國家咧，而家面臨嘅水浸嘅局面，就唔係話東南亞國家同中國反咗面，於是乎咧就呢、這個資金鏈斷，唔係呢樣嘅，調翻轉嘅，係中國啲資金蜂擁而離開中國，例如話做鞋廠嗰啲啦，做工廠嗰啲，冚唪唥東南亞揾曬地方噶啦。而居然有啲愛國愛港嘅即係香港商人咧，就反而調翻轉頭，啲廠留喺大陸咧，就輪到佢哋哀鴻遍野喎。你好愛國啊嘛，你唔搬走啊嘛，撲街啦！調翻轉嚟，法國難財最叻嘅咧，就原來就係強國人自己，好多年前已經係噶啦。
起碼五六年前咧，有一間啦，即係同彩虹有關嘅，即係紡織廠啦嚇，即係佢做嗰啲即係紡織產品，其實永遠都有需求嘅。但佢點解可以即係五年前到啦，就獨佔鰲頭跑贏好多咁其他廠，跑贏香港廠？點解咧？原來正正就諗到點樣發國難財，就唔喺中國搞生產，佢有中國生產基地，就唔係靠中國。佢喺外國搞咗工廠，例如佢要去歐盟的話咧，佢就喺土耳其整工廠；佢去美國的話咧，就喺墨西哥整工廠，喺巴拉圭整工廠。人家北美自由協議嗰邊就做歐盟自由貿易區，人哋一早已經離開咗中國，去東盟搞生產基地，去歐盟搞生產基地，去北美搞生產基地。你幾時輪到香港班友仔？你諗下啦，咁邊個先係中國人？邊個先愛國先？只要香港人最愛國咯。蜂擁入大陸開廠喎，但係調翻轉頭，大陸班友仔蜂擁去出邊開廠喎，咁結果一浪冚埋嚟，都香港人死曬，抵你做難民啦，係咪先？唉，做難民都唔醒目嘅你，咁所以咪就係話嗰班國內嘅唔好話資產家啦、商家啦，春光水暖一早就鴨先知，咁所以其實未曾等侵侵落手，真未曾等侵侵落手咧。我已經接了不少 order 在東南亞找項目給他們了，田地不夠，工廠不夠，人又不夠，多眼乜都不夠，錢砰砰聲揈曬出去。所以表面上看起上來，哇，好像高鐵起不成，人家跟中國反面，人家跟中國政府反面。搞清楚這件事，東盟國家是跟中國政府反面，調轉頭最懂發國難財的中國人一早走了出去，爭在唔攞埋人哋護照嘅啫，好啦，攞咗啦。嗱咁即係你咩叫金融難民？呢啲先叫金融難民啊，大佬，唔好亂講啊！喺而家國內上街為活命嗰啲叫金融受害人，就唔係叫金融難民，搞清楚啊！真正有錢嗰班友咧，就閃曬出去搞生意㗎啦，已經啊，甚至好似習近平嗰啲大千金已經去咗美國，唔知係咪已經即係入埋美籍㗎啦啊！但肯定有一樣嘢咧，絕對春江水暖鴨先知，同埋呢個啊近水樓頭先得月嘅。假如佢大食羊腸的話咧，就肯定完全無限禁嘅呢啲嘢。咁所以至於呢個嚇會唔會真係整第時有一個即係中美混血嘅嚇，即係美國總統出現咧，好難講，可能有機會。咁所以呢樣嘢嗰啲先叫難民啊，搞清楚啊嚇，即係冇資格走佬嗰啲，唔係難民嚟，搞清楚。咁所以就提醒網上嘅朋友，就唔好隨便用呢個字啊，搞清楚，走唔甩嗰啲係叫金融受害人嘅啫。咁呢樣嘢咧就其實如果你走係難民的話咧，其實係唔會動搖中共嘅統治噶嘛，好緊要呢樣嘢嚇。以前美國佬所謂即係夢醒時分啊，乜加科咧，終於發現咗個唔好話天大嘅秘密，中國人不嬲都係公開呢樣嘢，就話當年美國佬好心做咗一件事，就幫中國改革開放啊嘛，幫你入世貿，幫你自由貿易，甚至幫你啲人自由流動添。結果係乜加科啊？中共揾到錢嗰班友仔，官二代、富二代，甚至有疫苗女王啲細路啊，諸如此類啊，冚唪搬錢去外國移民咯。有冇留意呢樣嘢啊？咁所以美國佬而家叫夢醒時分，發覺咩嘢呢？就係佢真真正正所謂想幫嗰班友仔，係幫唔到㗎。而家嗰啲金融受害人啊，嗰啲疫苗受害人啊，就全部留翻曬喺中國裏邊受難，完全幫佢唔到。但調翻轉頭咧，你唔係好想幫佢嗰班友仔咧，啲官二代、富二代咧，冚唪唥攬錢走曬，仲有錢過你啲官僚咧，兇你啊！而家直頭有啲喺澳洲已經惡到死，我間大廈係唔會寫英文告牌噶嘛，你睇唔到，你睇唔明你嘅事，總之呢度唔係俾鬼佬睇嘅，不過你澳洲啊，點搞？即係咁，所以變咗一個好畸形嘅現象啊！點解美國佬啊侵即係唔好話兜個圈啊，調翻轉頭。呢一啲背景即係趨勢解釋咗就好簡單嘅事，點解美國佬而家上下一心同中國過唔去？咁即係夢醒時分啫嘛。如果你話嗰個改革開放係成功嘅，咁點解你都通街上街嗰班友奶粉你又唔敢食，油你唔敢肯定地溝㗎啦，疫苗都唔敢打，發生咩事啊？你諗諗。咁所以基本上你話其中一個好過癮嘅手段係咩呢？而家咪就係炮艇外交咯，同當年鴉片戰爭係一樣。美國佬第一時間咧就佔領咗呢個中興電子，行使自害法權。總之你嗰間咁啊，真係最大嘅嚇，即係電信設備公司咧，就唔該美國嘅合規團隊嚟睇住你做嘢。
明啊？咁呢一樣治外法權嘅嘢，算唔算係即係啊五口通商嘅，即係鴉片戰爭嘅樣板？好明顯係。咁另外跟住會發生咩事咧？美國佬咧，其實繼續係會要求中國改革開放，不過你係要真改革開放咯。如果唔係，佢就會行使治外法權治埋你。你睇住咧，陸續有來。下一個打擊對象就係呢個航天事業啦。咁啊，中航集團旗下有四十幾間公司，全部都係同軍部啊、航天啊、科技有關嗰啲咧，就已經 A 股跌到四腳朝天㗎啦。點解咧？美國佬已經講咗明啦，我科技咁混，科技咁混，懷疑呢樣，懷疑嗰樣，佢總之又嚟查你㗎啦。咁所以變咗你發覺，而家美國佬咧就唔係話唔想你中國改革開放。美國佬做嘅嘢咧，就係拿住支槍入嚟咧，開放船堅炮利，炮艇外交，一腳踢開。佢逼你跟翻佢個規矩啊嘛，好細架車，係即係當然用大陸人嘅講法，逼佢跟佢嘅規矩啦。但係呢個規矩係其實已經係證實咗，世貿就應承咗啊嘛。咁啊，如果你唔跟嘅話，係嘛？咁咪即係其實你睇翻中國近代史都係一個咁嘅掙扎嚟，完全係冇變過。即係你怪人，你怨恨係冇用㗎。那個結論就係、是，即係我有寫鴉片戰爭，大家明咩事？就係、是、源於你唔肯跟呢個所謂普世價值咁啊，大佬啊，你依然係用天朝上國嘅心態，話萬國來朝，你要跪低嚟見我，然之後所有貿易不平等嘅，你呢樣唔准做，嗰樣唔准做，只可以我賺你嘅錢，你唔可以賺我嘅錢。哇！咁玩法仲成世界先。咁所以歐盟，你會發覺上次所謂啊，即係歐盟點解背後放冷槍呢？有一早已經講咗㗎啦，你入世貿其中一個前設條件就係知識產權啊嘛。咁歐盟就係話你唔該，可唔可以停手唔好做啲假貨先啊，大佬？你唔制啊，唔制咪焚你咯。點解咧？你唔制就焚你㗎啦，擺到明。雖然 Donald Trump 嗰個手勢啦，即係同盟友就好似貿易上，但係其實又有新同歐盟嗰個關税又傾過，免税啦，又傾過啦。咁所以即係嗱，當然其實 Donald Trump 佢成個姿態喺國內啦，就話其實嗰個針對對象就唔止中國嘅，總之全世界喺度揾我著數啦。總之唔公平啊，就點㗎啦。但係結果佢 work 到話嚟，呢啲先神奇喎，又攞個貝爾獎喎。嗱，點解就唔係直接做得到，係間接兜圈做咗。當年他退出呢個太平洋合作夥伴協議，大家譁然噶嘛。但跟住發生咩事？乜家伙呢，就係、是、日本仔自己同歐盟簽咗免税協議，亦都即係話所謂 OECD 啊，即係先進國家之間咧兩個最大嘅貿易體，日本同埋歐盟簽咗免税協議。咁呢樣嘢原本就係 WTO， 原本就係你泛太平洋協議裏面想達到嘅嘢嚟噶嘛，佢唔使。即係話你會發覺主要貿易體之間係放棄咗多邊公平貿易，係點對點公平貿易，亦即係你接受公平貿易原則嘅，我先至俾公平貿易你。係佢冇擺大個頭話到懶係我全世界喺度，咁就俾啲你唔好扮好人，唔好俾即係我自己啲成有機可乘。係啦，即係我哋嗰個行人專用區咧，就唔係俾啲人大媽落嚟唱嘅。係啊，我就係啦，呢個行人專用區，唔係大媽演唱區，搞清楚啊！咁而好明顯呢個即係西方文明社會啦，包括日本啦，就係覺得，咦，我條行人專用區俾佢上個世紀已經脱亞入歐啦，唔該嚇。係俾啲大媽嚟唱歌，我原本喺度玩街頭賣藝嗰啲，係突然間啲大媽嚟唱緊歌喎，好大喎，佢又唔跟我規矩喎，完全唔跟規矩㗎，咁咪殺界咯 ，exactly， 係 exactly。即係咁，所以其實你所謂世界局勢，你以為好複雜咧，其實唔一定㗎，即係馮博咁一語道破乜家貨咧，其實係殺界啫嘛，明唔明啊？係換咗個場，我開放一個。自由開放的環境俾你，你係會走嚟阿標所嘅。Suppose 俾文明人嚟㗎嘛，大佬整個生番嚟喎，咁點玩啊？咪唔俾自由你咯，咁簡單啫嘛，咁殺街咯。問題就係佢哋而家只能自己玩啊嘛，咁所以變咗就係日本同歐盟兩個好大經濟體自己直接自由貿易，跟住美國攞個入場同歐洲傾緊啊嘛，咁咪自己全部搞掂曬咯。哇喂，如果加埋美國就好肯大鍋噶啦喎。咁即係一個新嘅鐵幕嚟㗎嘛，呢個係佢自己裏邊。喺個新嘅平衡宇宙、啊、我意思即係話冷戰啊，即係新嗰條幕係咁樣，自己裏面係自由嘅，佢就將俄羅斯同中國踢咗出去嘛。啊，佢唔管你是否俄羅斯與中國，總之你唔接受自由貿易原則嘅，你就唔好同我玩咁簡單。咁所以你發覺佢所謂自由世界另一個定義出咗係反向定義㗎啦。以前嘅講法咧就總之同蘇聯有關，冚唪唥落閘放狗啊嘛。
咁而家冇所謂蘇聯呢樣嘢㗎啦，你俄羅斯算唔算？佢都可以落閘放狗㗎。咁如果你本身唔係自由貿易，咁咪喐你咯。咁所以其實你要發覺美國佬行嗰招咧，係調翻轉頭咧，係將全世界重心擰轉咗嚟擺嘅。佢唔再講咩多邊開放，唔係講呢樣嘢，要調翻轉頭先講原則。你係唔係接受就自由貿易原則先？接受自由貿易原則嘅，我就同你自由貿易咯。佢冇將一個即係所謂抽象嘅成員平等，譬如你佢嗰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佢都退出啦。走啦，華姐。哦，你中國坐喺度，我咪走咯。係啊，你都唔尊重人權嘅國家坐咗，坐咗有咩冇意思？即係話美國對於呢啲所謂嘅既有嘅秩序而俾人 abuse 咗嘅，佢話我先係制定呢個制度嘅創建者，我隨時可以推翻你，就推翻你，就擁冧你啦。咪倒翻轉睇下，唔係世界秩序，我哋行去邊，文明國家行去邊個秩序就喺邊度啊嘛，唔係倒翻文明就係由文明國家制定出嚟㗎嘛，即係佢而家好明顯擺個姿態出嚟，你入嚟擺我條街，我行咗去。係啊。你咪繼續喺度成個大媽度佔領你個王國，咪由你繼續玩咯。睇你對住個場變成點，係咪啊？即係佢而家個心態根本上係咁樣。係啊，睇到咁就同殺雞係一模一樣嘅啫。即係你俾啲生花入嚟扮文明人，只不過用刀叉嚟食人咁解啫嘛。你可以用刀叉好文明地食人喎，佢睬你好傻啊。咁所以變咗你發覺美國佬嗰招咧就係話知你死，總之我唔會同佢撈埋一齊嚟玩。好明顯嘅，你呢個叫做 shit hole countries。串到白，仲有一句先勁，我嗰句啱啱即係講佢話你而家係咪落閘放狗啊嘛嚇？得老親即係當個邊境啦，佢話只有地獄先至係冇閘嘅，天堂係冇閘嘅。有呢極，呢個真係夠啲㗎。係啊，你落閘可以唔嚟㗎嘛？傻仔先唔落閘咯，佢意思就話。係啊，傻仔先唔落閘嘅啫。咁佢而家講明就係佢嗰個取態同埋。佢個民調係上升緊，係上升緊，佢過半嘅咯，預咗佢一定連任㗎啦，你睇住嚟啦。睇中期選舉先啦，係嘛？中期選舉一定贏緊啊！我話知點解啊？你記得嗱，少少時間講埋啦，即係講到睇。啊，蕭公啊，繼續。就係話中國嗰邊話要反制啊嘛，要針對性落聰明炸彈，專炸你啲票倉啊嘛，啲票倉發生咩事啊？嗱。你鋼鐵就冚唪唥重開啦，翻翻嚟啦，然之後你所有嗰啲咪能源工業大旺啦，蘋果就喺美國整全世界，唔係呢個紅海咧就喺美國整全世界嘅，即係手機工廠啦，即係 iPhone 嗰。然之後最過癮嘅，你以為嗰啲農民會黑食咧？唔係嘅，原來最新消息已經冚唪唥爆曬出嚟噶啦。其實中國係轉去第二度買糧食，已經買無可買。結果咪又係買翻美國糧食咯，啲大豆你又有美國入口，因為其實上個次已經講嘅班友點玩中國嘅咧，就係話你要買嚟南美洲巴西買大豆啊嘛，佢咪賣撚曬俾你都冇所謂，咪咩美國買嗰啲平價大豆翻嚟填倉咯，都冇所謂噶。咁問題佢貴咗25%照賣俾你，咁中國而家就生笨啦，你加埋關税都仲平過你南美洲入口，因為南美洲除咗税之外咧，佢仲加埋個利潤。仲有趁火打劫喺咁嘅情況底下，你一係就買南美洲嗰啲貴過美國嘅大豆，再唔係你咪死死地氣買翻啲美國大豆加埋税咯。咁美國農民有咩損失？冇損失。咁所以睇到美國整體嘅就業也好，經濟有全線向上。係全線向上，美國個數字十分之靚仔。佢而家講緊加息，加息先大領落啊，大佬。點解咧？正常情況底下咧，經濟熾熱，加息無可厚非啦，係咪先？但係佢係美元嚟噶嘛，美元全世界通用噶嘛，咁你諗下，雪上加霜係乜加科咧？所以又翻翻轉頭，點解嗰啲 P2P 會爆鏈啊？嗱，原因咧就係話中國有一樣嘢走唔甩嘅，同1997年香港差唔多，除非你唔借外債嘅啫，你借咗美元外債咧，就兩頭滾水六豬腸，六死你嘅。第一，美金漲咗，美金對人民幣漲咗。你要還錢還美金，你要用人民幣嚟還美金喎，你咪還多人民幣啊夾你啦。第二樣嘢，你要還嘅貨幣，佢個貸款升咗，由以前唔夠1%，而家隨時已經過咗3%。即係借貴你咁樣嘅心態啦，已經變咗。嗱，借貴你都事事，我呢個形容唔似點解貴？一早講明就掠你噶嘛。你就諗下，其實你現金流咧係真係夾得好慘嘅。你以前可能1%嘅利息。而家3%嘅利息，哦，3%好似好平啫。你諗清楚，係你還利息嘅現金流係升咗3倍先夠還利息喎。你諗清楚咩事啊？你諗起3蚊可能好唔嚴重啦，即係3萬億嘅3蚊啦，你自己計啦。咁所以除非你唔借外債嘅啫，你一借美元外債的話咧，
佢一匯水升加埋利息升咧，你中國幾時先夠還呢嗰筆錢？咁而家佢嗰個強美元嘅情況底下，就會繼續呢個趨勢會出現嘅喎。一定話佢自己強，因為佢會繼續加息啊嘛，佢個美元又繼續漲啊，對人民幣。佢回復原先正常水平啊嘛，反正佢有通脹啊嘛，而家大佬全民就業啊又嚟啊。咁喺今日情況底下，佢唔加息先傻啦！萬劍歸宗翻嚟啦，又收啦，美金又翻翻個升勢啦。有冇留意？好似九七前金融風暴嗰樣嘢，好似樣喎。就國家威儀一輪之後，突然間爆曬啊嘛。係啊，係啊。而香港人依然好熱衷買樓嘅，恭喜你啦！唉，我唔知道會發生咩事。如果加息的話，你諗嚟啦嚇，各自諗自己啊。咁都其實講咗嘅就係會加噶啦嘛。但是香港的 K 型樓市咪就翻翻個問題咯，金融難民啊嘛。如果唔賣到幾萬七蚊一尺，中環中心所謂何事啊？國內似部訂走啊嘛，嚟到數磚頭咯，最簡單。問題係全世界周圍走，唔係淨係香港啊。問題點解人哋又冇升得咁犀利嘅？多啲地方俾你走啊嘛，多啲嘢俾你做啊嘛，買個礦都好啊，冇買藝術品都好啊。香港除咗樓之外冇嘢好賣，唔係買好多嘢而家都好多㗎，幼稚園都買啊，咪㗎。賺埋紙條水嘛，係嘛？暈低啫，係唔係？係唔係你都要讀幼稚園㗎啦？咁交你幾多錢學費啊？唔係都係賺翻佢裏邊啲人啲錢啊！你只有強國大媽帶落嚟嗰啲金菠蘿先俾起嗰啲所謂幼稚園嘅啫。冇錯，一條龍啊！又係一條龍。媽喊咁口，得嗰幾千㗎咋？你唔好收佢錢嚟，識俾幾萬都得幾千，傻嘅。咁所以基本上就係糖水滾糖衣滾自己有嘅啫。但係你用咗香港地方喎。好撚大鍋嘅喎，咁所以香港被逼出嚟炒起，問題係咪有抗跌力？我唔敢講，抗跌力在誰人身上呢？就真係拎現金嚟買樓嗰班強國人，你香港嗰班傻仔同人鬥一齊炒樓咧，你孭咗身債，一加息你死得唔等我，冇第二個可能升嘅大佬啊！我唔知可以有乜嘢可能性走得甩呢個魔咒，除非話啲大陸嗰啲傻瓜依然係會同你搶棺材房嘅啫。你搶一搶西九咧，德國人同你搶棺材房咧，兄弟，即係諗下啦，即係咁。所以我呢個我唔識勸啊。咁所以就係呢個天下大勢咧，就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你睇而家揈喺度邊？又係九七分樣嘅。即係 Donald Trump 啟動咗一個一連串新時代，即係新時代。係啊，咁啊，佢又重返啦，因為即係所有嘢翻美金又翻去美國。就醖釀咗好耐㗎啦。其實你問睇翻個民調又好，國會上下一心又好，點樣咧？就其實。Donald Trump 做嘅嘢咧，佢係做咗啲人唔敢講，而好想做。做嘅嘢好明顯嘅，係啊，即係敢做啲人，佢又敢講又敢做，人哋想做就唔敢講。係，結果佢真係少人出手，冚唪唥做撚曬。其實呢個基辛格老人家早講咗嘅。嗯哼，大外交，如果大家睇下呢本書咧，佢都講美國有兩面噶嘛，一個係大外嘅，即係個國家利益，佢係正常國家嚟噶。一方面佢天朝，一定係國家利益行先噶。一方面美國係天朝。所以美國是有額外道德責任，佢輸出價值啊嘛，輸出價值。第二樣嘢，美國都是一個正常國家，萬國體系裏面的其中一員，佢都是一個正常國家，佢有自己利益嘅。睇書要睇上文下理啊，基辛格大外交，佢內容就講美國有兩面，你睇清楚個 preface 啊，佢人頭嗰版你睇內容啊，嗰格啊，獻給所有美國外交從業嘅所有精英。唔好傻仔啊！一句講，個係美國外交精英。第二樣嘢就係國家利益永遠優先啊嘛。咁咪就係針對住美國人有陣時有種傻仔嘅諗法啊嘛。外交就是為了國家利益優先。佢就係成日有兩個掙扎啦嘛。爭乜鬼嘅扎啫？咁唔使諗啊。但係當然去到呢啲緊要關頭，冇錯啦。你 Donald Trump 咪已經同你講個底韻咯。嘿，我反台唔玩國家優先啫。係啊 ，American first 啊。嗱，咁所以見到呢啲嘢咧，又係即係見微知著啦嚇，就大家唔好發鬼死多夢，但係真係啲名詞唔好亂掟啦，睇清楚先出。世界上有啲叫金融難民，有啲叫金融受害人，搞清楚。咁但係受害人咧，國內就肯定中產係受害人㗎啦。你話真係有錢嗰班，有啲走曬外國打疫苗嗰啲，唔 care 根本已經。咁所以呢個國家可以撐幾耐唔敢講，唔係用爆嚟形容嘅。臨尾都講翻上次我講個 concept， 美國佬又好，全世界又好咧，希望見到嘅唔係一個分裂嘅中國，搞清楚呢樣嘢，唔係一個分裂嘅中國。但係佢哋希望見到咧係一個服從嘅中國，亦都即係話你如果繼續中共掌權強權領導，佢哋唔介意嘅。
provider 你跟佢嗰套玩，係呢個好吊鬼嘅一樣嘢。其實你睇翻當即係西方國家喺太平天国嗰個站位，已經係第一次話俾你聽，係劇透咗成個跟住個歷史係點發展嘅。你以為價值觀相近，所謂相近啲嘅太平天国，佢會搏唔一定嘅。計數留意翻佢計數㗎，佢嘅企邊好清楚㗎。太平天国俾唔到大清提供嘅穩定性。唉，大清結果咪將成個海關俾鬼咗你美國佬咯，一句講完啦，聲就咁簡單。咁所以就咁，所以個吊鬼係在於乜嘢嘢咧？我成日想講一樣，上次都講過啦。喺乜嘢情況底下，佢真係會瓜分同侵略你呢？就係話呢一種所謂服從都做唔到，你管自己都管唔到嘅時候，你管唔到自己，佢嚟管咯。佢增加咗佢成本嘅，其實係啊，管唔到嘅時候，佢唯有自己嚟管咯。佢間接本自最理想啊嘛。咁所以孫中山嘅講法咧就話要次殖民地啊嘛，連殖民地都不如，因為冇人認數㗎，你自己認數，你自己搞掂。外國嚟到咧就攞曬所有殖民地嘅著數，就唔承擔殖民地嘅責任啊嘛！呢叫次殖民地啊嘛，比殖民地還要低一檔啊嘛！咁我哋最後呢樣嘢，用一樣嘢收結啦。即係如果我哋睇話，一直以嚟中國都係抗拒緊呢一個西方制定嘅世界秩序、普世價值啦。世界值。咁然後有個地方好神奇，就行開咗，跟咗西方行咗100多年，就係呢個香港，就係香港。咁所以唔好啲傻仔，千祈唔好覺得。即係千祈你融合還融合，乜嘢事都好，冇意思啊！冇融合呢個前提咧，嗱，好多人搞錯，係冇融合嘅前提。點解？只要爆炸都融合嘅。原因就係香港從來冇參與過中國現代建設嘅過程。Full stop。中國現代化嘅建設過程幾時開始啊？你可以話咪就鴉片戰爭咯？就係咯，鴉片第一點啊嘛。香港就鴉片戰爭攞走咗㗎啦嘛，大佬！你成個所謂中國嗰個革命啊、建設啊、爭取民主獨立嗰扎嘢咧，係冇香港份㗎。搞清楚呢樣嘢啫，都係有基地嘅。孫中山嗰啲嗰個叫做四大寇嘅革命基地啫。但我哋好明顯，我哋成個我哋自己自身嘅建設啦，係冇參與過中國嘅建設，唔會啊，真係。唔係香港之成為香港就係因為佢隔開咗嘛，區隔咗嘛。乜所謂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咁樣咧？係咁講，區隔咗嘛。咁你自己走翻轉頭，走翻埋去喎，咪爆咯，係會爆咯。即係唔係話唔係啊？想唔想嘅問題係做唔嚟啊？應該係邊個死嘅問題？你監操移植嘅器官內，你估邊個死？個器官有可能死，不過你都死緊緊咯。除非你香港可有可無，即係盲腸嚟嘅，盲腸嚟嘅割咗都冇所謂嗰只，唔係啊嘛。好似話齋，你連疫苗都要靠香港，你金融要靠香港，你貿易而家又要靠香港，哇！如果咁有比喻啦，唔知大家認唔認同啦？就是、中國其實佢插咗好多外邊嘅機器喺度起搏啊。係啊，你話我唔睇你唔順眼，我要將你擺翻去喎。係啊。咁會有咩後果呢？爆咯！好啦，我哋下集再睇下世界發生咩事啊！好嘅，拜拜。